디자이너. 所以今天呢，很开心 KDU Penang 跟 Uni Annual 给到了我这个机会来到这边拍这个游戏节目。这种游戏节目我想拍很久了，如果你们有注意到我其他影片的话，我这个 GoPro 都买了很久，终于拖了一年，终于有机会拍了这个节目。首先呢，我想约请彭彭还有 Cody 过来这边帮我说几句话。Yeah, 我要帮你讲的就是 KDU Penang 有2500位学生，然后同时呢，如果你需要奖学金的话，也可以到 Uni Annual 的矿去找适合你的奖学金。我觉得我真的很突然间很有感触，因为一年前我们好像也拍过，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拍过类似的，对，拍过类似过，中间又断了很久，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而且我真的也替你感动，就你的 GoPro， 对，因为他的 GoPro 从我那时候拍完他就买了，我买了，他为了要拍这样子的东西，所以他买了，他买了，然后没有用到，买了很多的 GoPro 就是为了这个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等下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捉迷藏，那个捉迷藏的规则如下。现在就约请我们的嘉宾进来，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们 challenge， 这个其实是原班人马的，原班人马，而且我是上一届的冠军，对啊，他是，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很难继续拿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次你抢到了，是这样，宝贝，你冠军是拿来抢先的是吗？在历史你给他机会拿冠军吗？这一次，这个也是有点失败，一个赢是哪一个赢？来，我们还有这个不是原班人马，不是原班人马，但是新成员。对对对，新成员。所以这个是永林，这位是阿达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了，不要拖时间了。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是我啦，太紧张了，没有啦，我捉鸡啊。来开始。那么游戏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看谁跟谁同组，我们就用这个桶来决定看谁跟谁同组，谁要抽先。杨宝贝啊，最小的先来。对对，最小的先。我跟托弟一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的托弟就跟我们的杨宝贝一组。OK。林尚进。对，认错。我们的彤彤就跟 Clarence。来，有林平他们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有人在来卡达。哦。哇哦！哇哦！没有人。OK， 所以从上面到下面，我们让杨宝贝跟 Cody 来抓我们先，一局15分钟。我们要分开躲会比较稳定，直接分开啊，分开啊。 OK 我拉你啊，给过
可我不懂得领跑线量。你是一个人力组哎、欸。是。这么你分开了。不懂，我不懂跑线量。哎，他那边会看得进来耶。走，还没看到。没有可能的，三十秒在那开锁。他们真的应该不会发现我在这里，所以我还是乖乖待着。偷看偷看。吓到我。现在剩两分钟，希望他们不要抓到我。可以，可以下一楼。看你。这个角落你们就照旧了。哎呦，走了。这很美耶，这些。
可以关。OK， 哇，可以这边来坐，三个人刚好。Hello， 不是我，我来玩个游戏，躲个角落，十五分钟我自动离开。哎，这样他们会找到我的，救命，不要害我，我不要输。
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头像这边订阅我们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